雷霆是选秀最成功的球队之一，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选出雷霆三少。如今三人在不同的球队担任老大，都拿到了 MVP， 都成为联盟等级球星。雷霆三少的天赋也是各具特色，有着异于常人的气质。他们三人天赋也是 NBA 的未解之谜。哈登格布哈登不像威少和杜兰特，他的打法非常聪明，不会轻易飞天遁的。哈登身高 1.96 米，很多球迷爱调侃哈登没有腹肌，实质上他的上肢很有力量。从最新的照片来看，哈登上肢不是一般的粗，难怪他的突破如此有杀伤力。威少的大腿，热爱暴力美学的威少爆发力十足，他的暴扣让人赏心悦目。威少的大腿也比平常球员要粗，威少的弹跳也是雷霆三少里最出色的一个。从最新的照片来看，威少大腿肌肉非常发达，看起来就非常有力量。杜兰特的身高一直是未解之谜，具体身高多少一直都不知道。杜兰特有着不符合他位置和打靶的身高，中锋的身高，后卫的技术和前锋的进攻能力，杜兰特宛如怪兽。所以说这三人的身体天赋根据特色，哈登的胳膊和威少的大腿有多强壮，杜兰特的身高多少，这些都是 NBA 未解之谜，而雷霆管理层偏偏能够选中他们。